我今天已经看中国共产党不爽很久了，我只是之前因为官司问题我都不敢讲出来啊，因为我怕会被别人弄我的官司啊。我看太多议员齁，真是太爱舔共，他什么都不敢讲，我也不知道在怕什么啊，是哪怕哪中共来暗杀你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可以赚中国的钱，但不可以连尊严都不要了，好吗？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对不对，赚台湾的钱不就好了？一定就是要缺钱，缺到一定要去为了尊严都不要，对不对？就是尊严都不要，然后去舔共吗？我可不想当那种人。确定我爸妈没有去大陆赚钱，他们可以去啊，我没差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叫大家都不能去大陆赚钱，我没有讨厌中国，不讨厌中国共产党啊。然后他们今天就算去大陆赚钱啊，因为这样被封杀，你怪我？我讲真话，然后他们被封杀，你要怪我吗？难不成我们就这样子，然后都不敢讲，就因为怕中共吗？怎么可能？老实说，我觉得在政府里面舔共的人也很多啊。我觉得这样子老实讲啊，对，我今天已经看中国共产党不爽很久了。我只是之前因为官司问题，我都不敢讲出来啊，因为我怕会被别人弄我的官司啊。对，我觉得很奇怪啊。很多时候那些政府的人都讲哦，我们要守护台湾。那、啊、请问你实质用来守护台湾的方式是什么？没有方式嘛？那、啊、你就只会讲嘛？那、啊、你可能说。那我也只会讲而已，啊，我只会讲，至少我可以带动别人。也许如果可以多加一个人，会为自己而做训练的话，那我就算是有付出。今天中共已经在你面前，然后他都已经在威胁你，哈、哦，已经军演了嘛，对不对？飞弹要打过来了嘛，飞弹乱飞一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台湾政府说了什么？台湾总统自己说，我们不回应，我们不挑衅，我们寻求外来国家来一起抵制中国，然后。一起保护台湾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也不敢做什么，我只敢依靠外的国家，不是吗？不是就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对啊，就像你说啊，乌克兰当初也觉得不会打嘛，对不对？结果被全面开战啊，你可能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啊，老实说，打仗机会现在会很快吗？已经要打仗吗？我自己觉得不会那么快，可是迟早有一天，我觉得会。我今天就来讲这些东西嘛，因为我觉得我看太多艺人齁，真的太爱舔共，他什么都不敢讲，我也不知道在怕什么啊，是哪怕哪中共来暗杀你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我觉得他们跟人攻击我们才可以回击，这是很正确的。我现在没有说我们要直接回击 ，OK，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讲说，对方都直接敢怎样大规模军演嘛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也一起大规模军演？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其他外国家来帮助啊？我知道要保护人民，但不代表。今天别人已经在你头上大便了，然后你还什么事都不干吧？你总要有一个实质的作为吧？但目前就是没有实质的作为啊！台湾开放平民枪械店开始，我觉得这个有点难，因为台湾真的疯子很多，而且一般人不会那么容易接受这件事情。我当然也希望这件事可以发生，只是我觉得每件事情应该要循序渐进，至少如果可以先开放更多的运动靶场，还有更多的枪种，这是我目前想要实现的目标。